SIM 是一个属于上帝的群体，我们喜欢敬拜上帝，热衷传扬福音，力图完成耶稣基督的大使命。我们确信每一个人都应该获得听闻上帝福音的机会，我们相信上帝呼召我们在极少听闻福音的群体中传扬福音，并培育主耶稣的门徒。今天 SIM 是一个多元化的群体，我们的成员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20%来自非西方国家。我们在65个国家和地区侍奉，委身于同一个使命，要将耶稣基督的真理带到未及之处。 SIM 东亚区成立于1980年，目前有160名在籍宣教士在世界各地宣扬福音。在过去的一个世纪， SIM 建立了数以千计的教会、60多间医院、90间基督徒培训学校，翻译了33种语言版本的圣经，为数十万人提供干净饮水，启动新的艾滋病事工，协助在成熟的宣教工厂设立新的差会。在这当中，我们见证了许许多多的人接受耶稣为他们生命的救主。SIM 始于一个梦想，三位年轻人的福音梦带来巨大的影响。上帝将继续使用有梦想的人完成他的大使命。你愿意加入我们吗？